闪闪跟萌萌，我们从迪迪五二在海选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有缘分了，然后这一次又一起比了未来少女，两位心情怎么样？然后这一次合作又结盟又碰到了，其实很多人都在敲完你们两个到底什么样，什么时候可以一起有一个表演，对不对？确实是有不少人在我们各自的自我介绍底下留言说，就希望我们可以同台，所以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满足粉丝们的愿望，谢谢。真的是等了很久的一个很难得的机会。我们就是三年来都没有一个自己的作品，我们都是可能 cover 别人的歌。好想哭，就 cover 别人的歌，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或者是我演戏，然后我请他来当我的伴舞，但是都不是一个我们真正一起唱、一起跳的完整的作品。所以有这个次的机会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。好，来拥抱一下啦，可以啦，就好朋友啊。需要钢琴的音乐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好的。